成军六年的台东室内合唱团于11月2号晚间在县府艺文中心演艺厅举办一年一次的成果展音乐会，希望透过歌声带领听众重温心动的那一刻。一首歌叫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， okay， 透过这爱情的眼，在这18岁的年华告白完以后，大家会看过什么呢？还有两首，风吹的愿望跟玫瑰，玫瑰我爱你，这都是在青春热恋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对方心里面明白的非常非常多的小秘密，希望各位喜欢，谢谢。演唱歌曲依性质分成青春的爱恋、心动的痕迹、亲情的牵绊与怀想、回忆与思念四个段落。美妙的歌声让人心动不已，温馨满怀。台东所在，综合报道。